来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跟车友们来分享的是 Honda 的 CRV 的五代。那这一个四代哈，我们有安装过很多台，但是还蛮巧合的，几乎都是白色。不知情的人以为都是同一台啊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这一款的话是白色才是最热卖的颜色。今天要安装的是 KT 的道路板，还有要装的是 Summit 的后仰角调整器。那至于为什么要再加装这个东西，待会再一并跟车友们来介绍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一一来介绍好了，一样哈，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。那前面的避震器的话，其实可以看到哈，它的弹簧旋转的方向，不太一样哦，对吧？还有后面的话，我也忘记有没有一样，后面的话是一样。弹簧旋转的方式不同的是奥德赛哈，这个比较特别。那前面的悬吊系统它一样是麦花臣的，麦花臣的话前面有附一个上座，那这个上座的话三颗螺丝，这个是固定点而已。这个的话上座不是不需要拆原厂的来源用，直接 KT 就有附一个新品了哈。那这里有一些离载转的固定点啦哈，感应线的固定吊架这些全部都有。那前面的避震器跟欧系车不太一样哦，这个。有分左右边，好，这个是后面的阻尼桶，它其实是跑一个长行程的设计的哈，可是来特别软，对吧？这个阻尼纸其实它做的比较舒适哈，就好像是一般日系车的阻尼。如果这款车哈是欧系车的话，这样的底盘悬吊啊，在T-Ground上面哈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后方的悬吊系统其实跟福斯的 MQB 的底盘还蛮接近的，但是啦，福斯它的阻尼悬吊的话，通常会比日系车还要来得硬一点点哦。那这个的话，它就是一个舒适为设定的取向哈，阻尼做的比较软一点点。那弹簧配置的话就适中，然后后方的仰角哈，我们把它拆下来了。最主要要改后方仰角调整器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一台车后方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，后轮的角度。当车高降低之后，后轮的 camber 会变趴，所以轮胎的内侧比较容易磨耗。但这款车啊，它只能调后轮束脚而已， camber 要调整的话，并没有偏心螺丝可以做调整，所以只能改装仰角调整器，借由仰角调整器的长短来改变后轮 camber 的角度。好，那这个是后方本来有一个上座，这个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厂的。但我们在上座的下方，就设了一个旋钮，可以来调整阻尼值。好，那这个是后方的弹簧，弹簧下，上方哈，这个是本来是弹簧是长这样子的，上方的橡皮啊是不需要沿用的，下方的橡皮需要沿用。那下方的话，它是用一个断擦面的方式把弹簧旋进去后方的橡皮，所以 KT 组装的方式也是一样。可是这个孔径。KT 做得非常密合，所以在用 KT 的弹簧旋到下方的橡皮的时候，建议喷一点类似橡宝剂之类的，让它比较能够滑顺的砍进去。好，那我们换来介绍后面已经安装好的部分了哈。对了，车主还有改装了20寸的轮胎跟铝圈哈，这个是245/40/20的，本来原厂好像是18寸吧哈，改了之后，当然啦，车高今天预计是降低剩下30步。这台车的车高其实没有很高哈，不像 RAV4 很高。这台车的话，大概是70/80哦，大概是4指多啊。待会的话是预计降低大概剩下3指幅左右，好，也没有降得特别低啦。好，那后方这一款车的弹簧的话是配置6公斤的弹簧，弹簧的上方有一个调整机构哈，这个调整机构在这里。好，那这个是后方的筒身。上部的话有一个上座要沿用原厂哈，调整阻尼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。那后方的一个馒头还有防尘套哈，这些都是要都是用 KT 的就可以了，而且这个密合度的话非常的好。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仰角调整器哈，刚刚说的要调整后轮 camber 的角度，就是从这个机构来做调整。那这款车后方安装的重点就只有一个而已，就是后方弹簧呢，千万不要预载过多哈，预载过多就一定不好做。像这里现在这样的预载其实是有点松，可以再做的稍微紧一点点。来，我们把弹簧大力摇晃哦，代表
它的桶身的缩短的幅度啊不太够，所以等一下会缩短到什么程度？缩短到这个弹簧不会摇晃就可以了。那这里有一个弹簧，它的自由长度前面三个数字是200哈，200指的是这一条弹簧它还没有受到压缩的时候是200 mm， 那我们待会装上去的时候预计啦，大概压缩到195 mm 就可以了。195 mm手大力去摇晃呢，几乎都不太会摇晃的程度，那就是刚刚好了。如果低于195的话，哇，它整个后方的一个作动呢，就会觉得有一点颠，就会不好做。所以后方的安装，请车友们、请技师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一款车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前面的哈。前面的话，因为啦，这一款车 CRV 五代，再怎么说呢，它都是一款休旅车，所以休旅车的舒适度的话特别特别的重要哈，所以前面的弹簧我们配置的是一个大圈径的弹簧，它不是直卷式的，所以大圈径的弹簧，它弹簧与弹簧之间的线距拉得比较开，所以当弹簧在作动的时候，它的力道的话不会只有直上直下，它有一部分的力道会往两旁来释放，所以在舒适度上的话就会比较理想一点点。那这一条弹簧的 K 值是200长7公斤，七公斤指的意思就是我们当下压1 mm 的时候，它需要施以7公斤的力道，所以这个是代表它是7公斤的弹簧。那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，还有 ABS 感应线，还有离载串的话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原厂的一样，都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。唯一要安装上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把车高调整完毕之后，这个脚管上面这个齿轮状的托盘，因为它前面的悬吊系统叫麦花臣，所以它不只是负责上下震动的抑制，还得要在转向的时候来做一个动作，所以有可能这个托盘没有旋紧的话有可能会松脱，所以安装完毕之后记得这个托盘一定要特别把它敲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上部的部分了哈。来，车友也有改装了 Summit 的这个是引擎式拉杆哈。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哈，所以前面上座的阻尼啊，就从这个地方 KT 的这个 logo 来做调整就可以了。往这样顺时针，它就变硬；往逆时针就变软哈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来做调整。那我要像现在是零段哈，我要调整15段的话，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啊，算给大家看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这样就是15段，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来做调整。那这一颗引擎就是这个世代最新款的 1.5 升的地球梦涡轮引擎。好，那再回到避震器的部分 ，KT 的用料啊来像是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，我们所填充的阻尼油是用意大利一整桶200 L 装的IP 的阻尼油，如果有骑大型重机的话啊，意大利有一个重机的品牌叫 Aprilia 它所指定的前面避震器、后避震器的指定用油就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。那这个是日系车，好，Honda CRV是日系车对吧？那有很多的车友推崇的品牌是日本的 TIN， 好，绿色的 TIN。但绿色的 TIN 它的品质相当的不错，耐用度的话也很好。TIN 所使用的油封，攸关到避震器寿命最主要的油封，就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 ，KT 啊一样所使用的油封是日本 NOK 的油封哈。那这一款车，我们在台中的经销据点其实有 CRV 的实车啊，可以提供给车友们来试乘。像外面的话，其实也还有另外一部白色的等待试乘当中嘛。那如果试乘之后觉得满意，再来考虑 KT 的产品就好了。因为避震器的话，用询问的可能不是很客观哈。经理啦会建议大家来试乘看看，那觉得满意再来考虑就好了。那以上是今天 Honda CRV 五代安装 KT 避震器，还有 Summit 仰角调整器的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